这个重阳会啊，这个会员有的人那个身材保持跟十八岁一样，那有的人那个喉咙保持跟十八岁一样，我就搞不懂了。你是两者兼具。啊，还有的是两者兼具。你认为你是两者兼具了，站起来让我看一下。前几天啊，我回家跟我太太聊天，我就想到，哎，昨天好像有人讲说人生三件大事儿，是不是啊？三件大事，什么金榜题名，是不是啊？一个金榜题名，还有一个是洞房花烛夜，然后第三个是闹钟，第三个是。我太太说：“你闲着没事儿吧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负责洗碗。”哎，我这一听开悟了。人生什么三大事儿？在家里面每次吃完饭洗洗碗，我觉得这才是大事儿。然后呢，我今天来这会场的时候，就跟我们一个老前辈就聊天了，聊，我就把这个事情就讲出来了，就说人生三大事。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觉得人生三大事是什么？那他就告诉我了，他说我觉得人生第一件大事啊，就是我每年都等十月份来调教中心参加重阳会的周年庆，吃便当看表演。我拿第一大志愿，我说这个音响又不好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他说那不成问题，因为我